清单，一点击你的频道右上角这个图示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今天那个图示没有变更的话，理论上可能是一个好像一个人的形状还是什么的。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放了一张图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建议啦，你的频道哈，可能要自己在里面找找看。好，那怎么设定呢？一创作者工作室，好点击。那创作工作室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，他会先进到有点像一个主页，就是告诉你说啊，这个影片里面呢，你大概最近传了什么，然后有人留言会在这边显示哈，然后呢，最近的一些观看次数等等的哈，还有因为这是我另外一个频道，那我们的影片到底在哪里呢？一先点选这个的创作者工作室，二的话呢，点选影片管理员。因为你的所有影片都会放在这里，那你 点选之后的话，你之前传的所有影片它都会帮你列清单在这里，好，啊，我们刚刚点的，啊，上去的一跟二这边都有，好 ，OK， 然后哦，它最近有一些这新的功能也会跳出来，那还有呢，当然如果说你未来像我这边是有盈利啊，有没有？它会自可不可以盈利？它这边会显示出来。那因为什么不适合所有广告客户，意思是说因为你是拿别人的影片来剪辑，而且它很厉害哦，马上可以侦测到，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影片不能够加广告，那其他这个是你自己拍的就可以加广告，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没有可以加广告，就是有钱的意思，好啊，这个前面这个一个图示是不公开，如果是一个地球的话那就是有公开，好啊，另外好像私人是另外一个标签吧，一个锁住的一个标签哈，好，那另外还有什么留言次数、点赞次数，那这个是点赞次数，哦，好，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两个影片哈？因为如果你丢给人家的话，一次丢两个或三个，那当然很不方便，所以你可以怎么建一个播放清单？播放清单的位置在哪里呢？请各位注意一下哈，在影片的下面这边有个播放清单，在这里。那如果说未来你假设你有很多段影片，你希望呢一次就丢给那个观看的人他一个清单，他可以播好几段影片，那你可以什么建立一个播放清单，建立的方法一点选播放清单，好，第二个的话呢他会跳进来请你找到什么呢，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新增播放清单的功能， OK， 好，这个地方主要在这里了，那当然你可以点选上面的播放清单，名称叫什么，比如说叫火车爷爷好了，假设这样子，那这个要不要公开呢？当然如果你只是交作业你就不公开，不过你不公开将来别人也找不到也看不到，除非你告诉他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了，当然未来如果你是要给大家看，希望冲流量的话，那一定要公开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地方的话，大家了解一下，按个建立。建立之后的话呢，它会跳出那个进到这个画面，里面现在没有清单，所以怎么办呢？编辑。编辑之后的话，你再告诉他说，你的影片新增有没有？新增您的 YouTube 影片。它会跳出这两段，你按新增，它就帮你加进来了，好，有没有一跟二？哎，但是顺序不对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旁边这边有可以移动的，这样子，那你最后怎么样哈？你就可以把这个播放清单哈，旁边这边可以移动，好，那你就把它稍微移动一下，移到上面去，然后呢，并且把这一个连接有没有复制起来？好，然后未来缴交的话，也许你们一样练习的时候把这个复制贴到那个 goo.gl， 那请各位给我一个短网址加 QR code， 就是我们今天练习的，好，应该可以 OK 嘛，只是说你们应该还是要找一下啦，因为这里面的功能如果你不熟的话恐怕会找一点，那我再把重点提示一点选这里，反正呢无论如何都是从右上角开始，创作者工作室，好，啊，你的影片传上去放哪里呢？放影片管理员。如果你要建立那个清单的话，请你点选什么影片，播放清单，
好，然后新建有没有？然后后面的话就把它加进去就 OK 了。啊，以后的话，你们就是把那个火车爷爷这个播放清单哦，将来就记，就是把它缩短，短网址加 QR code 啊，就是我们的 YouTube 的播放清单的练习了。OK， 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主要哈，利用这个练习哈，让各位了解，先熟悉一下那个YouTube 频道的一个基本功能哈。那不过这个地方呢，当然取材是从别人的影片啊，哦，我是建议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想看哦，跟没有借东西，没有的话，意思说你可以看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可以自己拍一些影片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些影片当然你最重要是有一些比较新的，像一个新的那个什么呢，新的创意了哈，哦，那这个什么样的新的创意？第一个啊，第二个的话呢哈。哦未来也许在期末哦，这个观看次数啦，跟订阅人数其实也是我蛮关注的。我当然很希望你们可以怎么样，在学期末哈，如果你的频道呢，可以冲高你的播放次数，还有订阅人数的话，那这个也是期末我们可以拿来当加分的哈一个部分。不过前提是你要。我还蛮鼓励你们这样啊，不过你不要哗众取宠，不要做出一些，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些，为了要冲高那个人气哈，做一些拍一些影片是很不是很好，像之前还有什么英国人，还有一个什么为了要冲高那个观看次数哈，还做了一些非常危险的啊，比如说可能差一点被车撞到啦，或者是在高楼的地方哈。拍一些什么很危险的那些影片，当然观看就是冲高了，可是其实相当危险哦。OK， 所以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先练习看看哦，那也试试看就是YouTube 的其他功能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先开个头，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影片的下载跟上传，还有就是一些剪辑的功能。那当然 YouTube 里面不是只有这些简单功能，还有更多了哦。OK，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看那个 YouTube 部分哦。